我觉得这个东西哈，你说用乌龙来形容还不足够，不然用什么？应该对我来讲算是耻辱，算是耻辱，耻辱，耻辱。哎，我说阿翔啊，这真是好一个耻辱啊！因为你又被周刊拍到，又是与谢欣隔车接吻啊，先前就已经被我们苹果新闻网多次拍到两人暗夜幽会，不然就是被直击。在机场一起入境台湾，两人还都穿着牛仔外套，一起到停车场牵车，最后一起回到台北。啊，这个是自己好兄弟，请问一下这个要避，请问一下这个要避，是要避什么？呵呵，如今要避什么？阿翔，你应该心知肚明吧。而女主角谢欣这边，也在昨日凌晨看似有感而发的PO出张照片。地点正是两人被拍到激吻的地方，并写道：谁的生活没有故事，其实大家都不容易，只是有的人学会慢慢控制，有的人则是不愿放过自己，还 hashtag 控制自己，格外引人遐想。无独有偶，这男主角阿翔啊，在演艺圈因为掌控欲强，还有个控制哥的称号，如今也被亏，控制哥不能控制自己了吗？再回想过去宠妻无极限的他，哎，实在令人唏嘘呀。收看苹果新闻网健康频道，疾病远离你和我。